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小兔子书签。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，首先把两个角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角对折，展开，放到背面，把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边对折。捏住两端，把它挤压到一起，上面的角折下来，展开，塞进指缝的里面，放到背面，上面的角折下来，右侧翻到左侧，把这个往里折。再翻过来，这一侧也一样，把这个翻到右侧，把这个折过来，再翻回来，把这个角这里撑开，往右侧折一点，这个多出的部分折到后面的里面，这一侧也一样。向左侧拉开一点，多出的部分折进后面的里面。把耳朵折得圆一点，这一侧也一样。下面的小角往里折一小段，两个角往后折一小段，最后画上眼睛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子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